所以大家不用紧张，好不好？我先带来一首歌曲，让大家呢稍微暖身一下。在我们时间的最后呢，我们来一首这个跟我们刚刚唱的曲风不太一样的啊。那我们就是越夜越美丽，好不好？我们在圣诞歌曲呢，大家也感觉到非常开心、圆满、幸福的感觉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唱一个比较。
准备好你们的花医生的双手啊，这个位置赶快站好，让我们的这个 dancer 都看到你们好吗？有什么话要说，请说，请说。Hello， 来，老师，我们时间也要大声一点哦，越玩越大声哦。